就比你们和我们的成绩谁更高，和马上开始，敢不敢约斗一场？人生考核赢得的奖励，你们输了，我要你们在心怕了就灰溜溜的滚蛋吧。你们敢？怎么怕了？住！不换，要么跟他们比。换个。要么滚出去！住！我们在新生考核中得到的是一块魂。好，那你确认一下赌啊！你们输了，就斩下潇潇的那股。潇潇已经将其融合了，只就断我一条腿，再给你们一块新的条腿，把魂骨给我。反之，怎么敢呢？拿自己的身体开魂骨！住口！你们在这里堵住楼道想干什么？周老师，开玩笑。戴华斌，你不去二班报道并且执意要约斗，赌注也是他们提出的，戴华斌他们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到班里报道。好，这件事我们是不得不应战，请您原谅。道歉？我们没犯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这算是接过了，你们都向对方鞠躬道歉，让你们斗，谁输了谁向对方道。你们不是要约斗吗？要让他们磕头认错。你们道歉鞠躬不行，太轻了。没定。哼，小孩子家家输了也一样。没错，也为现在都回去上课。来，我们五回烟。哎，老爷呢？老钱呢？今天这么空闲，也应该给我们些了。哪个？我。当初你输给我的那名学生，不要脸呐！你信不信，我把你这闹个天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？哎，你还要脸？行行行，你看上我？天翻地覆。你，意思可不行。其他学生任你挑。我们五魂系哪位学员了？核心地啊，那学员叫什么？将在学院斗兽局进行。一年级升二年级的考核。霍雨浩。有点印象，好像是一个职。出来。他叫霍雨浩。老来看过了。玄老很失望，只有十年魂环的小子，上次找玄老指的不一样。怎么样，老爷？别磨磨唧唧的。说这名学员没什么潜能，考核之后确认一下这个霍雨浩的能力。要不要拖一下老钱，等到升级考？这么说，但转系也是大力。老钱啊，虽然你目击，还有这两位老师。这是老严，你们班有一名叫霍雨浩的学员没参加开学，是什么意思？周老师，我们接到学生举报，办理退学手续。我们可不能只罚学生。开学典礼，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名学员带走。没记错的话，按校规，这种不罚老师啊，我们属于渎职，最低也是情况。周一知情不报，快出来吧。霍雨浩是要撤销班主任职务的，跟他自己的前途，难道你在等你的老师绑架你吗？袁比，你可没这么重要。妈，你平时不是最讲校规了吗？雨浩，你别动。周一这是在做什么？就把校规抛一边了。班长这样太令人失望。现在面临你最喜爱的学生被劝退，别看书，有些过了吧？是啊，母亲老师说，就是因为开学典礼迟到，就把班长直接。你仗势欺人！霍雨浩，还不出来？怎么办？可恶！喂。已经没有资格再留在史莱克学院了。霍雨浩，
你违反校规。你欠我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老爷，你别忘了，我记得。算了，看能不能通过升级考。四次、五次。停停停！别数了，老钱翻来翻去真不值得。你考核都难受，本来就不堪造就，为了他们，君子一诺千金。我也知道。那我还是把他给你吧。别敢动霍雨浩！只能忍痛割爱了。我看谁敢！番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二级魂导师徽章。通过了二级魂导师的考核，创造了霍雨浩用仅仅八个月就到了史莱克学院魂导系的历史。只有八？霍雨浩是我的弟子，也正是魂导系。安静！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告诉院长，和钱多多院长的联合确认，不可能，你的核心弟子。这事已经通过严少哲院长。你做到这一步吗？霍雨浩迟到是为魂导系做的。番禺，你为了他居然可以不我承担。番禺，你不是为我跑腿，一切后果由少哲院长和钱多多院长联合签署的调。你口说无凭，你叫我怎么相信？这是严你核心弟子。哇，老令批准霍雨浩学员转为魂导系，知道你这家伙一定要好手。太好了！我就知道。哼！争取考核之后，记得来魂导系报道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来。走了。这些金魂币是我凭这点破事浪费我俩这么长时间，哪儿都爱占小便宜。平时掉落的吧，这个才女到底。少哲，你聪明一世。严少哲也八个月修成二级魂导师，怎么老在霍雨浩身上憋娇呢？入魂兵必歇，我钱多多双生武魂，顶级兵器极致。我这是大赚特赚呐、啊！什么？二级魂导师？上了钱多多这个老东西的当。坏了。院长。那我们这个霍雨浩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能再把霍雨浩要回来？二妮，要我们来斗魂场集合。四年级升级考核不是在斗兽场吗？为什么要？请于平台中央集合。斗魂场场地功能切换，在场人员。哇，好宏伟！你们看，蓝色旗帜的，这就是斗兽场吗？好大！关在紫色旗帜的铁闸里，据说铁闸里关的都是百年魂兽、千年魂兽。我们学院还养了几头万年魂兽。周老师说过，升级考核就在这里进行。和年份越高的魂兽战斗，并取得胜利。我们需要和这些魂兽对战。念魂环吗？我们的分数也就越高。就凭你那实力。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来，我看那个。戴炮兵，从来没有不算数的时候。
国戴华斌说的话，人都做个见证。我们双方好，刚好可以让在场哪一方低，就向对方磕头。方三人升级考核积分相加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头认错，磕头认错。考核完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既然你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。他是斗兽场的负责人龚长乐。他是谁啊？是92级的封号斗王，封号人称兽王，恐怕是一时兴起就跑来做你们生号斗王。兽王脾气古怪，这回你第一个上场，及考核的监考老师了。去吧，宇航。有一班先派出考核学员。老师好。他是怎么在八个二班的考核学员准备？镇园内就成为二级魂导师的。魂兽有100年到1000年的。这个孩子究竟有什么秘密？啊，我选100年魂兽。最低修为的100年魂兽。听这还像有你，胆小鬼，选什么鬼？能赢过我吗？不对劲，他先搞事。爱兽龙，大多数1年级学生都。自与魂兽战斗的经历，每年修为的风铃狼，尽管这只是一头100人见识到了他的速度之快，可这一出场就让这些学生一第二危机，而且速度只是他的能力之一。可是柯震宇，连我都被骗了。
会。当初你就是靠这一招模拟出玄女气息。糟了！看起来就不好惹，以后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叶梦哥，你可害惨我了！这家伙看什么鬼？我们先解决学生们等着考核的。你小子搞什么？这小子的十万年魂环，把刀问题，他的事，待会儿再说。天都缓不过来，今天没法考核了。古兽场里的魂兽全下山了，那些魂兽没有个两天。因情况特殊，一年级的。这升级考核今天不再进行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这不是真的。你跟我来。单独带走云浩，走了。严院长。